来请那个疗伤处主任呢。好，来帮那个契儿，来帮契儿，契儿还有各位刚才讲到的人，来帮他们疗伤。好，欢迎 Reza。这个有声音吗？应该有诶，吉他好有声音哦。吉他有声音吗？没有，很小声。哦。好，现在有声音吗？还是没有？我怎么样用国语翻译？我那天心情就变得很好，而且便秘的问题也解决了。